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职棒巨人圆满卸任，5月6日才度过93岁生日的梅斯 Willie Howard Mace 6月18日在北加州辞世。梅斯在阿拉巴马州出生，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，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历年以来最具防守和打击传奇色彩的中外野手。自从2021年1月7日以来，梅斯一度是在时最年长的棒球名人堂成员。梅斯身高5尺10寸，又投又打，自从1951年5月25日开始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，一直参与到1973年9月9日。他在23年期间共参加过3005场比赛，击出过3293支安打，660支全垒打，得到2068分和1909打点，场均打击率达到301。梅斯曾经为旧金山巨人队和纽约大都会队挎刀，他在巨人队效力21年期间共参加过2857场比赛，击出过3187支安打，646支全垒打，得到2011分和1859打点，场均打击率达到 0.304。 旧金山巨人队于6月18日晚间在伊利诺州芝加哥箭牌球场出赛，双方比赛到第五局，巨人队沉重宣布梅斯辞世的消息，球队稍后并且以2-5见负。梅斯在巨人队曾经24次当选全明星，12次荣获金手套奖，他创写棒坛传奇，并且成为城市的传记。彭广阳，2024年6月19日。